很感动啊、他等了够久了，然后觉得非常期待，期待看他的表现。我自己觉得要听，我会好好过。想太多也不错，很多好听的，没有特别想听的 ，I think 就听他歌声。哦，对，这次因为特定回来来支持我们的 Nikki 李九哲，我今天有带我太太来，她也很期待看李九哲的表现。他在台上一直哭哦，应该会哭吧？这个他本来就情绪很多的一个歌手，所以他哭出来应该也是表他的表现的一个表现给大家的。我没有准备也好，因为其实那个我跟 Nick 会认识，其实是我前阵子唱片宣传，我们一起上那个宪哥的节目，我第一次听他现场，然后整个人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酥麻。哪首歌让你觉得最酥麻？好哟，又要换掉？不是，那个、啊、他那天唱了三首，可是他唱那个是我想太多，那个他的标准的那种。那个属于他的特殊的唱腔，真的觉得很好听。其实我这个礼拜很恍神，有一种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可以讲吗？可以啊。得奖之后有种时差的感觉，每天都好想睡觉。金钟前就是整个身心都在备战，后来一放松，我整个人真的有一种晕船啊那种，就每天都想睡觉。大家问我说你最近还好吗？我说我很好，只是24小时都很想睡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轻轻睡着。哎，才不会嘞！今天就是你说的，好，一定很棒，一定很棒。要撑住哦！来取经的，来取经。取经。啊，我取经了，你不可以歪掉啊！我取经了，歪掉怎么办？